救助了罗瓜，探进来切割到对方吃凯撒的意图，但是这感觉又会是一波拉扯。但碧瑶也很急，下兵有点丑，吃到底吗？啊，吃到啦！感觉拿到凯撒，这边还在放倒毒毒中，那边弟弟也被放倒，这边还你有想要持续做毒毒是没有问题的，全部给我拿下！哎呦，杀完了！25分钟10秒的时间点，哇！